Hello， 大家好，开饭了。今天吃的是辣椒灌肉，肘子，还有这个是三文鱼，给我老公买的。老公，你吃吧。好的。我来个辣椒灌肉。来个三文鱼。啊，真好！点进来的好朋友给个双击加个关注，谢谢。蘸个料包。哇塞。真香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慢一点，老婆。可以行。你提干净了，吃吗？吃吧。先吃吧，等我来拿。你赶紧吃。吃上了。专门给你买的。好吃吗？还行吧。感谢的好朋友给个双击加个关注，谢谢。哇塞，你吃过了吗？哇，糖水。肘子皮，来个肘子皮。太香了，赶紧吃。吃上来了吧。不急。走吧。芥末汁。好吃吗？赶紧吃一个。你吃一个吧。你看，吃呢。泡一泡，不浓。三文鱼。好吃吗？开饭了，今天吃羊脑、鸡，一个人一只。哇，跟鸡。还是大羊脑，鲜的。
点击的好朋友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谢谢。不要吃了，我戴完手套了。你当手套也不用吃，你都不吃。那弄个骨头啃啊。不管，什么都不能吃。我都吃完了。我让你吃，你是吃个鸡爪子，鸡爪子我都不给你吃，再来个鸡腿。鸡爪子我都不咋吃，他不爱吃。看着吧，你用骨头嗦一嗦，嘴不闲着。小鸡腿。刚出锅的，有点热，两个爪，我也吃了，嗯，好吃，哎呀，这个鸡太香了，我叫你不吃，吃不上，小鸭，看看。好的，再来口鸡汤。好嘞，我吃这个。嗯，来了。又来个鸡蛋。真过瘾，再来一个。想着吗？给。